今日咁好，约我出嚟请我食饭嘅，系咪有嘢要我帮手啊？唔一定要揾你帮手先请你食饭嘅。话你知啊，寻日咧我完成咗挑战啊，心情咧咪请食饭咯。挑战难度好高噶，你睇下。 点啊？呢个坚坚 challenge 系咪好坚啊？跳得唔错咧！哇！如果条片 po 上网啊，一定拉爆啊！诶咩啊？人哋嘅 challenge 全名啊，都唔系叫坚坚啦，差唔多咪得咯。嗱，我叫坚哥，我挑战咧叫坚坚，系咪正好多咧？仲有啊，人哋系用英文过噶嘛，架车仲系行紧噶。 中文啊，同英文啊，咪一样系歌，有乜所谓啫？另外啊，我先冇咁傻啊，架车喺马路嗰度行紧，然之后打开门跳落地下一个跳舞啊，咁啊一个唔小心叉咗个整亲咁点算啊？再衰啲啊，俾架车碌过啊，我同你讲唔死啊，都重伤啦，系咪啊？咁啊系，呃例啊，唔使搵命搏嘅。啊，讲咩啊？哦，冇嘢，我话坚哥你老而嚟坚。 几廿岁人咯，仲挑战自己啊，值得我哋学习学习嘅。嗯，又说话咩老而嚟坚嘛？你话紧我啊？唔系，我赞坚哥你身体好，跳舞又有天分，仲好有自我挑战嘅勇气，绝对值得我哋学习学习嘅。OK， 既然系咁嘅话，你都应该好好学习嘅。你睇过条片啦，跳一次啊，我揸机帮你影。吓，冇得啩？嚟啊！ 啊，坚哥，食饭先，食饭再慢慢同你研究。衰仔，食啲乜嘢啊？喂，等下停车，我上山38,000打埋你啊，好正啊！一啲网上挑战嘅行为，唔单止危害咗自己，仲可能会影响咗其他道路使用者。一旦发生意外，后果可以好严重噶。而驾驶者亦都有机会触犯《道路交通条例》，要负上刑事嘅责任噶。 除非有标志令我说明，否则所有道路嘅最高车速都系时速50公里，而且速过慢其实都好容易引致交通意外噶。喺行车期间，司机要谨慎同埋专注驾驶，并且要顾及其他使用呢啲道路嘅人。嗱，大家记住啦，参与任何活动或者挑战之前，都必须要注意安全，并且衡量下咁样做系咪合适，以免触犯法例同埋发生意外啊。